近日有网友爆料，罗志祥现在人还待在深圳，且入住饭店也被曝光，引起各界议论。据台媒，网友一个在东莞的台劳一日爆料，透露罗志祥人躲在深圳，还附上一张截图，上面写道：就在万豪酒店，我有个亲戚在里面做保洁，引起其他网友热议，但消息尚未获得证实。事实上，在罗志祥解除隔离后，有关他是否出面开记者会的说法众说纷纭，一度有消息指出他如果不是待在深圳，就是会飞到邻近国家避风头。另外，资深媒体人严长玉也爆料，他应该会在母亲节前后出面开记者会，且内容会循陈冠希模式，但一切消息目前还都只是传言。大根在罗志祥出事后被网友谩骂，气得截图还要提高，而罗志祥在事发时人正在大陆隔离。被问有无传简讯给好友，他表示：我问他还好吗，他回我好，没事了，就知道他还正在沉淀。